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总统致祝词。职位先生，职位女士，今天是中华民国75年国庆，为向国务领导国民革命开国，先总统蒋公按来向外，建国的艰险奋斗，一切今日复兴基地建设的理想，埋头苦干，中华民国是个有理想、有目标、有原则的国家，凭着我们深厚的文化传统、坚韧的民族性格，自强不息，自立自强。黄院长报告。上午奉命报告，谨以国庆宪政法治为题，简单陈述个人的一点感想。今天回味30余年来政府与人民流泪流汗是艰辛，面对中共在隔岸虎视眈眈、拾起而动之情势，深信我复兴基地2000万同胞本于同舟一命之共事，必能居安思危，提高警觉，绝不允许任何人和任何的力量危害我民族生存与希望所系赖之根基。以我们国家今天所处的形势，凡所举措必须以全力助增宪政民主、人民自由与民生福利，但尤需兼顾动员戡乱、国家安全与国防建设，以确保生存发展，能生存才能发展。最后，少国谨愿我全体同胞都不要忘记总统在今年国庆主持之军军招式，我们都是这一个可爱国家的国民，让我们齐周立政，向自己的国家敬礼，携手连心，为自己的国家效忠。报告完毕。